三文鱼是其中一种 superfood， 除了做刺身和寿司之外，还有很多创新食法的。今次就教大家用酸芥辣加蜜糖做这道煎焗三文鱼。首先将三文鱼用海盐和胡椒略腌，跟着皮向下放入金属平底锅煎一煎它，跟住预热焗炉190度，将三文鱼连平底锅放入焗炉焗3至4分钟。焗鱼期间，将酸芥辣和蜜糖捞匀煮成汁，将三文鱼取出，淋上酸芥辣蜜糖汁。食之前刨啲青柠皮，接埋啲青柠汁，再次适量嘅雕草均匀咁撒喺三文鱼上面，咁就色香味俱全噶啦。